我们上回有请各位把那个 Suno 所做的音乐，对不对？然后有把它下载下来了，MP3。然后另外在 Suno 里面，那个如果你的那个字幕，忘记在哪里了，起码 Suno 你那边下载音乐的时候，我们再快速的点击进去一下好了 ，Suno。比如说 Suno。Suno 点 AI 是创作音乐的，然后你要按 Create， 它才会说，来，我先把外面的打叉叉哈，来 Create 就可以进到了这个就是做账号登录，那你之前登录过了就直接进去了，然后你找看你的音乐在哪里，假设是这个圣诞奇迹的音乐，点击进去，那这里底下是有歌词的。如果你的歌词忘记在哪里了哈，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把音乐 MP3 下载汇进来以后，第一个动作是音乐进来，然后接下来是做文字的匹配，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文本里面的智能字幕里面的文稿匹配，然后把刚才的那个 Suno 上的文字贴上来。然后开始匹配，他就把文字匹配好了。那我说，可是有时候匹配不好的时候，因为有些会漏字，那别忘了哈，会漏字的时候，那你今天你要点个字幕，点其中一个字幕都可以，然后右上角这个地方就有字幕的选项，你可以点到这个字幕里面。然后逐一的边一边等于说一边在播放音乐，然后一边边看看这个字比对上有没有问题。我先把其他的先遮起来好了，眼睛遮起来。好，就是你就让它这边也还没做，然后就当做还没做好。在播放的时候，你要一边看，字幕上有没有对的。那假设这中间怎么空那么大，有可能是间奏，但是也有可能是字幕有缺字，那你就在字幕这个地方看现在已经到哪一段了，以下的缺字你就可以在这个后面这个字后面你可以把该要的字打一打，然后再来游标再点回来，然后按 Enter， 它就新增了一段字进来了。可是文字一旦新增进来之后，另外一个要调的就是那个字要出现的时间，从几分，大概从几分几秒第几个影格，一直要播到第几个影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已经唱到，假设唱到这，假设真的这中间这一段是有文字的，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现在已经这边有亮起来是这个字，然后这个字后面假设啦，假设还有字。那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如果在这里直接按 Enter 不行，你可以是这里也可以按这里加，它就到底下加了。OK， 等一下，我现在的字是，我现在是播到哪？应该是这个字。好，我要点一下，让这个游标也要过来哈。然后点到这个字到底在哪里？你要找那个这个蓝绿色的字显示的，就是你现在。字在哪里？来，在这里。因为什么幸福时光一直到天亮啊？假设我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字要增加字的话，你就在这个地方按加，那各位就可以看到它后面就加了一个字了。然后接下来你要打什么字，你赶快在这边补充一下比如说你假设，因为我说音乐在唱的时候。那个咬字会比较没有那么清楚咬字会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呢那个有时候在匹配的时候那个文字有可能会漏字有漏字的话你必须要就是花时间要把它去补上，那如果只是单纯讲话如果你是单纯讲话的话，基本上那个文稿匹配会配的还蛮准的。 OK， 好，那这个字我如果不要我就把这一排这个地方杀掉那刚才我新增的字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先确认所有从头唱到尾你的文字都能够匹配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这个，比如说我这个音乐刚开始会有前面有一段小音乐，啊，就前奏，我们来听一下哈。圣诞树下有礼。有没有？我前面有一段音乐，啊，那前面一段音乐我就可以是准备来做，我就是放一个那个什么，比如说背景图啦，然后前面跑一个那个文字，代表说是这首歌曲的名字 ，OK， 好，但是有些人用 Suno 创作出来的音乐哈，前面一开始就很快就唱歌了，所以你那个头那个什么出现那个上面的字，你要早一点赶快出来 ，OK， 但是哈，你这个音乐配对完哈，音乐跟字幕配对完之后，你要赶快把它锁住。别忘了，你要赶快把它锁定住，那两轨声音轨跟文字轨，赶快把它锁定住，因为哈，我们接下来是要编辑主时间轴了。你只要在编辑主时间轴的话，主时间轴在移动的时候，字幕跟声音档会跟着移动，那就乱掉了。所以要特别注意，刚才的声音跟文字稿匹配完之后，接下来准备要播要等于说要编辑一些影片上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跟文字稿那一轴给锁定住，好，锁定住它就会出现这样协调的纹路 ，OK， 好，那我说呢，那我要做个背景，我要怎么做呢？那我们那时候就请各位借用了 Canva， 好 ，Canva， 那当然你登录进去之后。好，登录进去之后呢，我可以请各位选就是海报直视的。当然，如果你有些人这上面是写海报横式的，哇，那如果是横式的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这个地方再往后面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叫自定尺寸，自定尺寸。好，那假设我就用自定尺寸好了哈，我自定尺寸点击进去，那这边就可以用宽高像素。啊，宽高像素，那我宽高像素要设多少啊？我们一般放横的话是，现在的电脑的话，如果以电脑画质放横的，大多数横的是1920，然后高是1080，1920×1080。那现在我要反过来，我想做直的，我想做直的话，那就是那个1080×1920，所以各位可以自己斟酌。可因为我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影片哈，现在我们的那个歌曲啊是那个什么 MP3， 歌曲是 MP3， 然后而且那个歌曲是可能长达三分多钟就不适合做成直的 shorts， 我们就要做成横的影片 ，OK， 有这种差异哦，所以要稍微知道一下。好，那因为我们超过三分多，歌曲超过三分，我们换做。如果有人做直的没关系，我们就做直的，只是做直的你放上 YouTube 之后，它会把它变成横的，以至于你左右会有黑边，很大一块黑边，好，所以我说哈，现在因为我们是歌曲 MV 超过三分多钟，我们最好做横的 ，OK， 所以我可以制定尺寸，那就横的啦，宽度1920，高度1080，然后。像素这边是像素，然后建立新设计。好，你看我的版面就是横的了，可以吗？好，那版面横的之后，那我说呢啊，圣诞歌圣诞的，那我就可以打圣诞节啊，搜寻圣诞节哈，在这个设，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跳到哪个版面哈，在右上角的设计是针对大版面。就是整个的那个底哈，我可以先做一下，好啊。如果说你特别要找出铃铛啊、雪橇啊、麋鹿啊啊这种称为叫元素，我们就去元素找。好啊，我现在先做一个版面当底好了哈。那圣诞节，这边圣诞节搜寻之后就有好多范本，你可以考虑你的那个范本要用来，比如说我这个看起来不错，只要小心。不要选到有 Pro 的，
好，那我就选这个好了。哎，很有氛围。可是呢，哎，等一下我这个地方那个什么，等一下我上面这个字，我想要用剪映去做出一个那个歌曲的名称嘛。哎，所以这个我不要，这个我可能我可以把它杀掉，杀掉。好，我只要让它有这一张画面就好了。好，当我的底。OK。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把它分享出去。你看它有动画，有这样闪烁动画。但是呢，我们现在免费版的 Canva， 它绘出去只能变成一张图片。如果你变成一个动画的档案，基本上是要付费。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只要看，如果它有 GIF 可以绘出 ，GIF 是可以绘出动画的。我们看一下啊，来。我说我把前面的字拿掉，这个字我也不要了哈，我只要这样的图，然后分享，然后来准备做下载，好，然后下载的时候这边可以选哦，哎，它也可以绘出 MP4 哎，看起来没有皇冠，哎还不错哦，它可以 MP4 哎，那这样有闪烁的还可以闪烁，还不错，那干脆我就，既然它 MP4 也可以，那我说如果动画的档它没有 GIF。没有，哎，有，在这里，在这里 ，GIF 有哎，所以也可以哦。你要 GIF 绘出也可以。那既然它也可以 MP4， 因为它不是皇冠，好，那我就把它下载。好，然后它现在正在这边准备一下，好，等它跑完，你的电脑就会跑出那个就会下载了。就那像我的电脑有做一个设定，它是会我要储存的时候，它会先跳出来。说，哎，你要不要储存啊？你而且要存在哪里？哎，你看我会跳出来。如果没有跳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它会预设放在下载区，可以吗？好，哎，我发觉因为我上次做的示范哈，好像是用直的，哎，直的，抱歉。好，因为我现在突然想到，我们是三分多钟，放上 YouTube 哈，它自然把你变成横的。那所以我们做直的哦，那放上 YouTube 传上去之后，它变成横的之后，哇，两边是那个黑很大的黑边，不太好啊，对不起哈、哦。所以那我们那个今天来改做成横的好了哈、哦。是，抱歉啊，有人说，好，没关系，弄直的没关系，我们也有可以是这样子，两边会出现黑边，因为你放上 YouTube 两边会出现黑边。那我们就让它背景可以填充啊，模糊填充，这也是一种方式了。OK， 那我跟你讲哈、哦，放心，其实直的变横的哈、哦，顶多只是简单的那个位置安排而已。你原先你已经做了直了，啊，做直的没关系，有一个版本啊，那你可以想象，嘿，你可以再尝试做一个版本看看，好不好？好、啊，也可以试试看哈。好，那我这是圣诞背景，好，我这边写个圣诞背景。OK， 好，我存在下载区存档哈。好，那我现在看到那我在这个地方回到剪映，我就把媒体点进去，然后做导入，然后把它的背景哈，圣诞背景，而且是 MP4 的加进来。好，它就这样子了。好，然后可以看看这个圣诞背景，它有10秒钟的长度。所以看起来是可以播放的，哦，有那个有那个长度可以播放的哈，哎，那我这个前面这个背景可以换掉，我背景就不要用它了，原先的我把这个眼睛打开来，啊、哦，好，那现在哈、哦、我就把这个我的背景放上去，啊、哦，然后这个我换一下哈、哦，刚才是9:16，我把它换成16:9。哦，你看这样子画面就很大了 ，OK， 哦，只是哎，现在看到这个字哈、哦，这个字我可以再放大一点了、啊、哈、哦，当然我可以再把这个字，但因为我现在锁定了，来，我先赶快快速的把字点开来哈、哦，锁定打开来，我把字放大一点，然后甚至呢，我把它设一个那个外框颜色，哦，不然的话会比较看不清楚，好，加个黑边。这样这个字就很好看了，就看得清楚了。好，我就放这，好，然后好，那赶快把字幕锁定起来。如果字幕调好了，
好，那我就说 前面的片头、哦、前面的片头哦，你看很有感觉，有云雾的感觉、哦、我想要加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歌曲字幕，所以我就在文本里面，我建议各位不要再新建文本默认文本，因为我们做的那种字、哦、会比较简单一点而已，我们可以到它的比如说文字模板里面、哦、文字模板它就有那种会动来动去的，那记住不要选到 VIP 或者有一个钻石的，各位新版的是用钻石嘛、哦、啊旧版的是写 VIP、哦、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哪一个还不错、哦、可以点击之后 它会做下载、哦、先花一段时间下载，然后下载 OK 之后我们是可以把它拉到这里来、哦、然后我们希望在几分几秒开始出现这个字、哦、然后接下来 这个今天下载有点久、哦、如果我看看有没有比较快下载的，赶快找一个可以下载的，哇他结果他如果 都不给我下载，我干脆自己做好了哈、哦，因为我觉得直接套用人家现成的，而且这边有很多很漂亮的 动画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套用是比较快啦。那既然他不让我下载，他是要让我啊，有了有了有了、哦、你看我愿意，然后还是这样子、哦、啊，当然有时候他的这个字有点写的好大、哦、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先看看原始的，为什么这个东西它都没有 字样跑出来呢？我看一下它这边有没有字可以修改，诶它这里的字不能修改啊，我点了这个但是这里的文字没有可以改耶，它难道就要用它原来的字哦？那我就不要了。好，我再看一下这个、刚才我愿意是已经下载完了、哦、看看这个我愿意的，好，然后呢我们先试试看，先简单的播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哦、它是一下啪就 跑出来了啦、哦、如果各位可以接受的话，好，那假设它这个好、啊、我就假设接受它好了、哦、我就算不接受它，等一下我可以再手动再 做另外一个给各位看，那如果我接受它我就换去换字好了，好，本来是叫 Yes I do 是在底下这个字，哎，我这底下字我不想要了啦，哦、不然或者是写 Merry Christmas， 好，随便，好 Merry Christmas， 好，我就写在这，然后上面的字他写我愿意，我就改成圣诞奇迹，这首歌的名称圣诞奇迹，诶，看起来它是有动画啊，不会像一下就 飘出来啊，再看一下哈，你看它奇怪，为什么是一下就看出来？啊、哦，好，那我就把这个字再设大一点，设它长一点。啊、哦，好、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哦，它就这样子出来了。OK， 好、哦、啊，如果太大了，这上面字呈现的也未免太大了，那没关系，你可以把它缩小一点。大概应该左上角的，把它拉小一点。现在14楼找导师。OK， 哦，这样子前面歌曲这一段前面就有了。哦，那我说呢，来，我现在假设我不要套用它的，我不要套用这个文字模板，我会怎么做呢？来看一下哦，我这时候如果不套用它的，我就用默认文本。啊、你说老师默认文本不是很不好看吗？没关系，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做一点变化。好，来，我默认文本先我把它拉长一点哈。默认文本上面我就开始写啊，圣诞奇迹，圣诞奇迹，好，代表我的歌曲嘛，对不对？好，然后等一下，我把字调上面一点，然后我可以套用花字，这边有花字。哦，花字啊，至少哎，它旁边有一些哦，甚至有渐层的，你可以自己斟酌要不要。
哦，看这边的这样的花字看起来也蛮不错的哈，而且花字弄完，等下我还要再套用别的哦。我用这个好了，稍微比较极端一点的哈，当然有时候不一定适合。好，我只是先弄一个试探，哎，结果我点了之后，它这边又跑出了默认文本，然后，我看一下套那个花字直接弄上来，啊，它不能直接套，那我就把它拿掉，直接用默认文本。好，然后我去打字，圣诞奇迹啊，圣诞奇迹。好，然后当然可以放大一点。好，那如果只是这样子太单调了嘛？你看，如果这样子播放，哦，它就出来了，太单调了。那没关系，我说哦，我们也可以让它做一点动画哦。啊，这个动画最简单的就是右上角，你这个字点了之后，右上角有动画，你可以点一下动画，然后呢，我就可以有入场跟出场动画，文字也可以动画的哦。然后我可以让文字，哎，我这边预览哈。那像比如说有这种有放大啦，啊，有打字机一个一个出来啦。比如说我套用打字机好了，来我套用，好，你看这字就是一个一个出来的，啊，或者我要波浪弹入的，哎，它就这样子，有没有 ？OK， 啊，然后太快了。我让它效果长一点，就在这里动画时长，我可以拉长一点点。假设我拉长到一秒钟，哎啊，我也可以再多设定出场动画，啊，不要选到那个 VIP 或者是钻石的哈，出场的我看给它做，有它的剑影就是慢慢消失掉了哈，啊，溶解也可以，溶解它就慢慢好，我选溶解好了，啊。然后哎也太快了，后面 0.5 秒就跑完了，好，我让它长一点，一秒钟。好，那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文字动画了哈，看一下哦。好，还有圣诞树下有礼物，哦，至少哎歌曲名称前面也可以有变化啊，所以来。那个上次虽然我已经有讲到那个配歌曲的，已经配声音，不过来各位看一下哈，当然如果你那时候已经做成直的，那别忘记哈，因为我就说，因为这是超过一分钟，那个超过一分钟以上的，不然就我建议各位哈，你原先做的哈，既然是做直的，那我建议这样子，你想办法只要绘出前面不到一分钟的长度，放上 Shorts。然后那个就是说到时候你把它导出去变成一个长影片之后，你再拿另外再拿到剪映里面，只要裁掉那裁出前面的一分钟的以内的影片，当做秀词，也有点当做类似像预告的感觉，然后你也可以再继续做一个横的，因为这整首歌曲因为超过一分多钟以上，是它会放上 YouTube 它会变成横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做横的看看好不好，所以来你把前面我们刚才在 Canva 啊，在 Canva 我的动作是原先刚开始在外围的时候首页的地方进来，然后我们如果你这个海报是直视的，我们请各位换成横视的你可以移到自定尺寸，然后我说指定1920×1080，但是这边也有啦，这边也有可以直接选啦，展示简报1920×1080，可以直接选它，也可以选了之后，它预设是一个给你一个空白的，然后左上角预设是停在这个设计，然后我们就可以搜寻，因为是圣诞节，我们搜寻圣诞节，好，然后但是因为他认为你是要做简报。所以他现在跑出的是简报的东西，所以哈，哦，也那个什么，刚开始我建议各位不要选简报了，直接用刚才的自定尺寸，然后这里直接设1920×1080，然后按建立新设计，因为哈，哦，我们刚才设定展示简报，他就认为说你是要上台报告的，所以他给你预设的圣诞节的版型
会像是要上台报告的那种版型。OK， 那如果我们自己是制定尺寸，然后建立新设计的话，你今天搜寻出来的圣诞节，它会比较是比较可能是像设计海报啦、啊，或设计影片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哦，不像是上台报告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只要选不要那个 Pro 的，好不好？然后套进来之后，然后有的还有一点点动画，像这边旁边有箭头的，就是它是动画型的。你看它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啊，还可以这样慢慢浮上来的，哎，又可以形成我们的一个影片，对不对？好，所以你如果套用了，然后中间的文字我不要，哎，你说其实中间文字也可以在这里改，不一定要在简易里面改，所以你可以在这里，我说哈，刚才是那个圣诞奇迹，我就把它改成这个字，我就去改字，好，把它改成叫圣诞奇迹。来、但是它这个是因为已经是做成动画型的了，所以那个没办法点进去修改字，哦，这是它已经做成动画了，哦，那如果你在这边写字，就是在文字，然后新增文字方块，哦，然后这一字就出来，你可以放大 ，OK， 好，哦，放大排好你要的位置。好，然后我这边就写圣诞奇迹，也可以啦哈。好，假设这是我的歌曲名称叫圣诞奇迹，哎，那黑色字好难看哦，我想换可不可以？可以啊，好，来，我先把它移动位置一下哈。好，比如说这样子，然后我要换颜色，哎，把它反白起来，上面有 A， 可以换颜色。OK， 他这边有给你预选的颜色，不喜欢你可以按这里新增颜色，自己去调。啊，哦，比如说我要先调底下的，啊，哦，再调上面的渐层颜色，可以吗？啊，哦，你可以自己设定了。啊，哦，只是在这里，你在这里新增的字，可能就不好设动画。啊，哦，不好设动画，因为这边预设的就没有。哦，所以我的做法我会希望是说，我希望文字到时候也有动画，所以我就干脆把这个文字的全都不要，哦，这个把它丢掉，然后我只会出这样子光有图片的分享，然后因为这个还有画面在动哦，所以你在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 MP4 影片，然后下载，好，然后做完之后呢，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把那个媒体把它导入进来，刚才那个会出来的导入进来，然后这时候这样播放就有了哈。然后接下来我再去增加文字，增加文字做动画。那我说增加文字做动画，你可以是文字里面的文字模板，因为文字模板是有动画的。哦，文字模板是他自己预设做的动画，所以如果你自己懒得做动画，你就用文字模板去做动画。啊，如果你会觉得说，这文字模板，哦，好像都没有我特别想要的，哦，而且有的文字模板太花了，哦，或者有些文字模板它已经套用一种中文字体，可是他们的中文字体绝大部分是简体字的。以至于我们的中文字，我们的繁体中文字一放进去之后，抱歉，它没有那个字体，那个字就会变成很一般，然后几个可以它可以套用的字体又变成有特殊的字体，那你的字体就不统一。那我就建议各位，我们就自己做文字里面的花字，你可以选你要哪一个，把它拉进来。它就跟刚才的默认文本是一样的，把它拉进来以后，然后到那个这个花字的文字里面，它在文本右上角的文本这边可以改字，改成圣诞奇迹。好，那字很单调，就只有嘣就出来了，不会动。哎，这时候我再针对动画有入场动画。有出场动画，好，针对文字有入场动画跟出场动画，
那你都可以套用一种入场的时候是一种动画，出场的是另外一种动画，然后它变化太快了，你又可以在它底下的动画时长拉长一点，拉长一点。那这样子，我就说我们现在就做到了，我们这个歌曲名称出来的时候是跳动出来的啊，然后结束的时候是慢慢自消失掉，都不记掉。好，那接下来就是。好 ，OK， 等一下我就希望接下来就出现有歌者的画面，但是记住了，我们那时候我们之前做的哈，就是上一次上课做的，我们人一下就出来了，有点小突兀，我也希望到时候人不是马上就出来，但是可以那个等于说慢慢的进来，就是那个慢慢的变。从淡变那个颜色变那个比较深的透明的慢慢变那个有颜色，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再来做，来先请各位来哈，上次如果真的没关系，你看我也几乎重做啦，我只要留我那个声音跟字幕对好就好了，声音跟字幕对好了，好，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我换成横式的版面，好，我换成横式版。你会说没关系，老师，我上次我也辛苦做了，我不想盖掉。我也建议各位可以这样子。我们回到刚才，假设这是上次你做的，你不想要盖掉，你也可以这边有三个点点，你可以复制草稿，它就多一份出来了，好不好？复制草稿，你看我这边做一次，三个点，我放大一点给各位看一下，这是草稿的地方哦。那你说上次我辛辛苦苦做好直的，可不可以不要改？我直的，我想留一份。好，没关系。那你把直的这个地方，原先这个草稿三个点点，复制草稿过来。等一下哦，等它复制看一下哦。因为复制草稿，它要把你它原先的素材啊，这你看我是不是两个了？一个叫歌曲 MV， 一个叫歌曲 MV， 对起副本，那你可以改名字，比如说像假设它是原先的是做直的，你就把它改名字哈，重新命名，重命名，然后歌曲 MV， 然后这边我就写个啊，减号直视，好不好？好，然后前面这一个我也给它重命名。叫做横式，好不好？那你就可以大胆改了，对不对？可以吗？前面的辛苦也都不会乱那个。好，那你就可以针对你刚才的横式点击进去来做。好，横式进去之后，我就说哈，你只要保留你的原来的文字跟这个那个什么。其实你原先的东西都可以保留，连那个对嘴的部分，你辛苦做好也可以保留，也可以保留。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为什么说可以保留，因为它时间点进去是对的，我只是到时候只是移动人而已啊，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要太紧张，所以如果你会觉得真的我只是辛苦调到那个地方了。不要担心，那你可以先保留着，然后再刚才草稿那个复制草稿出来，然后改名字一下，一个做直视，一个做横视，好不好？尝试看看，好，然后 Canva 做出这个背景出来一段，然后另外呢这个地方做一个歌曲名称的呈现出来，好不好？来，先请各位来做一下，我们甚至练习改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难免遇到哈，你会觉得说你之前辛辛苦苦做的东西啊，他突然发觉要上传到啊，不对，我超过了，那我超过我想要改成横式的，严格来讲没有太难，你试试看，好不好？因为真的有时候各位可以练习这样子直视改横式的要怎么去做，然后可以省掉之前花了很多功夫做好的东西，你到这里也不用需要完全重做，不需要，好不好？来尝试一下。